上次嗰個羅具嗰個都，你都話曬同佢都早幾年嘅代言人，好好噶個羅具，個羅具，但係夠期啫嘛。咁但係遲啲啦，等疫情過咗，各方面啊，如果係覺得佢需適合嘅，隨時揾我都冇問題。係，但係報道好似係咪講話，因為你表態嘅都唔係嘅，唔係，因為我自己亦都唔想累到其他人啦。其實咁咧，自己有咁嘅立場，咁我自己唔想令到人哋有咩影響，咁所以我覺得冇問題嘅，大家保持朋友關係 ，OK。係，但係會唔會覺得自己表個立場即係都冇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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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覺得係係自己有我自己有個立場，就係我希望啲小朋友睇到好多嘢啱與錯，咁所以我會行嘅，咁行咗 OK 啦，夠啦，咁我就而家暫時就做嘢先咯。咁有冇咩影響嘅？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特別，因為起碼自己覺得好舒服。係，但係會唔會之後以後都盡量都唔提呢啲，唔再講？適當時候啦。咁我諗喺呢啲環境，其實適當有咩嘢要講嘅，就我又唔介意去講嘅。咁。係啦，我諗睇環境啦，睇環境啦，因為我永遠覺得我自己有小朋友，我希望我俾啲我認為正確，係佢亦都要思考，係會俾佢哋思考下。係，但係唔擔心人哋起底，冇啊，冇所謂，冇咗起曬㗎啦已經，咁都冇辦法啦。咁既然我行到呢步嘅，任何嘢我都要承受嘅。打開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 01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娛樂街，所有娛樂話題湧曬出嚟啊！最熱最爆，八盡娛樂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